个等宽度玻璃底片才25度，你看那个相片，中间、上面、右面、左边、下面，通通清楚，没有一点不清楚的哟。你看哪一个相片，所有边上都是清楚，不是说现在那个照相机那个距离只对一点，他你看四方全部都是清楚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他就站在那里看，什么清楚的地方，什么地点都很清楚。你可以看看他的相片，了不起哈。那时候能够把我们的玉山，然后我们的风景，我们台湾的风景，以台湾人的观点做这么真实的记录，真的是太少了。用在当时这么科技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当中，可是它跑遍了山林，然后为我们留下当时最美丽的风景。所以我们这个展叫做古风景展，古风景展。我们希望大家他来。方庆明先生把风景留下来，让我们看到这么精彩的图片，期待所有的人在观赏当中，让你也能够跟山跟最多的对话，希望精神还有文化的这种路径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对我们这个特展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度。那第一张呢就是一个山的这样子的一个画出来的，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实际的这是政治关系，然后把它观看的这个视角，对，这个建筑表面也有方庆明的五百的名字的收藏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吴老师，所以他其实也有他的专属，他是在山上看到方庆明的这个画像，
Thank you.